施洗约翰为主预备他的道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叫人们悔改，重新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要每一个人都远离罪，警醒自律，当救主降临的时候，能准备好迎接他。今天是代降节第二个主日，代降节是准备心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让我们谨记上帝曾应许要差遣弥赛亚来到世上救赎世人，他道成肉身是世界的救主。我们今天点燃第二根蜡烛，代表准备与信心，它使我们如同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我们也应准备心迎接救主进入我们的心中。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当赞美上主，请会众起立。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来同声告白我们共同的信仰。
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不是呢？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因此，上帝赐给人们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和喜乐。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这两周以来天气，急速的变寒冷，我们也感受到，圣诞节的日子也接近了，弟兄姐妹们正在为圣诞节期的来临做了各样的准备，有人参与清唱剧的练习，有人筹备圣诞舞会的表演节目，有人预备到社区报佳音，办公室也发动会友一起进行教堂的年终大扫除，以及布置圣诞树。在准备欢庆圣诞节的忙碌当中，求主也提醒我们，圣诞节的前一段的预备期，共有四周的期间，我们称它为待降节，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等待、预备、反思，是我们的时候，不仅是准备欢庆迎接圣诞节，也要为基督再来做预备。从上周12月29号第一个主日开始，我们用期待与希望来体会上古先知的预言，弥赛亚即将来临。第二个主日，也就是这个主日，我们用准备与信心来效法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第三个主日，我们用宣布与喜乐来说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带给世人的喜乐。第四个主日，我们用启示和爱来显明十字架的救赎和爱的真谛。亲爱的主，我们纪念耶稣2000多年前曾经道成肉身
降临在人间。我们更期待在末后的日子，他能第二次的降临。在这个灵修、忏悔、等待和预备的节期当中，我们愿意用悔改的心来反省自己是否符合主的旨意，求主重新诞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使我们得到更新，教导我们打开心怀，预备主你再一次的降临。主耶稣，我们再一次为世界、为台湾来向你祷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已经有6000多万人感染，140多万人因此死亡，全球如同进入灭命击杀当中。我们呼求耶稣的宝血来救赎，在列国当中赐下救恩，赐下拯救。近期有疫苗即将问世，亲爱主，我们期待能有效地压制疫情。我们求主让未来疫苗的使用能施打在全球各地，不分国家、种族或是贫贱富贵，因为人类是上主的创造，是每一个族群都是上主的儿女，是人性的软弱和自私破坏了这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主，我们也要为台湾能在全球疫情持续严峻之下，能够守住环境，没有发生社区感染，献上感恩。这是上主给居住在台湾的我们极大的恩典。12月1日开始，政府在国内实施秋冬防疫专案，求主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国人能够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直到疫情结束为止，不因为造成生活的不便而疏于防范。亲爱主，我们在为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以及牧师团队来向主祈求。我们的会友家庭当中有父母、家人等长辈因病住院、手术治疗或是在家疗养，主，在过程当中家人长期身心灵陷入极大的压力，恳求主来帮助这些人，他们能够卸下这份重担，完全的交托给你。主，也要按着你的怜悯和我们的祈求，让我们会有的家庭共同来经历主你奇妙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叫我们可以起来大声的赞美主。亲爱主，求你来成全。主，我们也为牧师团队来祷告，求主赐给牧师团队够用的智慧能力，来完成主你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能适时的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教会，激励弟兄姐妹，使全教会弟兄姐妹都乐于遵行上帝的话语。也求主祝福牧师的家人、家庭、灵魂体都得到兴旺，能体谅和支持牧师们的辛劳，能享受主所赐的爱、平安和喜乐。最后，我们向主说，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在此时此刻亲自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愿主透过牧师的讲道，喂养更新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主里更加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一起领受圣灵的带领，更深的认识主。如此祈求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起应，以赛亚书第40章。
我们的上帝说，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他们的罪已蒙宽赦。我已经彻底惩罚了他们的罪。有一个声音喊说，要在荒野为上主预备道路，要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开辟大道，每一山谷都要填满。高低不平之地要成为平坦，崎岖的地面要成为平原。那时候，上主的荣耀要显示出来，全人类都要看见。上主这样宣布。有一个声音喊说：“去报消息。”我问：“报什么消息？”要宣布，人人都像草芥一般。上主吹起一阵风，草就枯干，花就凋谢，人和花草没有两样。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但是我们上帝的话永不改变。耶路撒冷啊，要登高山报好消息。西安啊，要大声呼喊报好消息。要大声喊叫，不要害怕，告诉犹大的大城城镇，他们的上帝就要来了。至高的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他要用权能治理天下，他要奖励他们，他要拯救他们，他要向牧人牧养羊群，他要聚集小羊，把他们的抱在怀里，他要慈祥的带领牧羊。以上，接下来我们请林应婷姐妹为我们献乐。
恭读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52:7-10。第七节，在山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扬救恩。那人的脚中何等佳美啊！他对锡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听啊，你所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声一同欢唱，因为他们必亲眼看见耶和华返回锡安。耶路撒冷的会墟啊，要出声一同欢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的四极都要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今天陈光胜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你有好信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的早晨，纵使天气寒冷，依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求你保守看顾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说的听的都真实明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近跟同工分享代祷的时候，有同工很真诚地跟我说：“牧师啊，如果你没有喜乐，你所牧养的兄姐也无法喜乐哦。”真的对我有很大的提醒。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从年初当大家都在计划着今年各样事工该如何进行的时候，一个全球的病毒打乱了所有的规划。我也得赶快去学习我所不熟悉的线上影音制作，期望呢，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课程不因此而暂停。3月份，我的父亲大肠癌手术，直到现在状况依然不是很好。今年又因为之前住的房子前房东呢，他要卖房子，所以呢，我必须花时间处理搬家的事情。许多事情的堆积让我忙着面对而失去笑容，脸部的表情我常常在就是讲到的时候跟各位兄姐分享，我有 tic， 所以有时候表情有时候会比较僵硬，或者是会有不确定的抽搐，常常呢会使人误会。那有一次在开中会的时候，在一个大专事工处理的会议中，我本来只是很专心在讨论一个案子，但我越专心的时候脸就会皱得越起来，然后就一个牧长同工看到我的样子，就说啊，揪成一团的脸，就开玩笑说：“哦，看样子光胜真的很困扰哦，脸都揪成一团。”当下其实我也没办法再解释关于 tic 的事情，然后关于我为什么揪成一团这么复杂的状况。不过我所面对的生活难题，不必然比各位兄姐多多少。但是当我说我要分享好信息给人的时候，如果我自己没有从这个好信息所来的平安与喜乐，那么我言语上面的信息真的称不上好信息。上周邱牧师讲到的最后提醒我们，要我们都能成为报好信息的人。真的，在这圣诞佳音传扬的12月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将上帝恩点的美好信息传出去，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但是怎么做我们才能真的蒙受这个恩典并传扬好信息呢？接着我们来透过以赛亚书来看看关于以赛亚的好信息是什么吧。这几周的经文我们都在谈论以赛亚书，不知道各位兄姐，你对于以赛亚先知有多少认识呢？当我们想要更清楚地理解什么是以赛亚的好信息，或许我们可以从以赛亚的一生来理解。
以赛亚他出生在王族的世家，犹太人传统里面认为他的父亲亚摩斯是乌西亚王父亲亚玛谢的兄弟，也就是说以赛亚呢是乌西亚王的堂弟，不过呢应该是年纪差很多的堂兄弟。以赛亚幼年时期正逢犹大与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期，南边的乌西亚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经历上帝恩典的保守，国家稳固发展。北边的以色列王呢是耶罗波安二世，圣经中其实对耶罗波安二世的描述没有很多，只知道他延续着北国的传统，并没有让以色列人专心的敬奉耶和华上帝。以前我们也分享过，他们有他们政治上的一些需求，所以呢，他们把敬拜上帝的祭坛呢，直接搬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不过，圣经中提到，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时期大大的对以色列人，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彰显，让这时候南北两国都经历了国势强盛、诸邦列国不敢侵犯的时期。以赛亚成长的岁月中，听说他自己在出生之前，他们国家发生了大地震，虽然呢伤亡很重，国家恢复得很快，人民展现其蓬勃的生命力，不畏大自然的伤害，不过也因为富庶，南北两国的人民生活越来越奢靡，荒淫无道。以赛亚本来无法理解南国的富庶，如果是理解说是因为王室对于上帝的敬奉，但是北国呢？北国的强盛建构在远离上帝的处境中，直到他听说了在他之前有一个阿摩斯先知所传达的讯息，才知道上帝因为体贴以色列人长期受到列国的欺凌，借由耶罗波安王国的强盛来惩戒列邦，但是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人荒唐的提醒，只是先知的努力总是被轻忽，甚至招来祸患。比如大概同时期的何西阿先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荒淫的时代，何西阿先知用自己的婚姻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的错误，不过这些带来上帝平安讯息的声音，种种承担了众人的错误，最终下场凄凉。进入青春期的以赛亚亲眼见证了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势的衰亡，这让他完全臣服于上帝的恩典，并且他确认了人如果不听劝，终会走到灭亡的道路。以色列最后光辉的岁月停留在耶罗波安二世王朝的末期，接着一连串的毁灭，遭受异国列邦的操控，短短的几年间，富丽堂皇的宫殿与城市都已经残破不堪，谁敢在上帝面前自以为是呢？以赛亚清楚的知道，不在上帝面前谦卑，最终的处境只有灭亡。不过他认为南国乌西亚王是一个敬虔于上帝的好王之时，他却听说了乌西亚他既然自己擅自想要到耶和华的祭坛前面来献祭烧香，他逾越了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乌西亚王的下场自然是受到上帝的惩罚，得了污秽的大麻风，一辈子不得医治。以赛亚在这个过程越看越明白，人的谦卑中上帝愿意与人同工，让人经历上帝创造的美好，让人们经历上帝的丰富，也看见上帝的伟大。其中那些带来上帝讯息的先知，这些福音的使者，虽然承担人们无知的代价而受苦，但是这也都彰显了上帝的恩慈与上帝对他子民的看重。
耶和华上帝不像列邦万国的神明成为一个被动的祝福者，遭受人民借由敬奉的操弄，好像我敬拜你你就要多祝福我一样。耶和华上帝不是这样，他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不在乎人们在生活实况中所发生的问题。上帝他进入了人的信仰群体中，借由人们愿意自发性的摆上自己，回应他的呼召，经历他智慧恩典的带领。成人的以赛亚他不再躲在皇宫中成为一个吸收养分而没有作为的人，他知道若他只是一个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却什么都不做，那他自己也不过就是这群体共犯结构中的一份子。他决定站出来提醒南国的王族，他所爱的家人，不要走进北国以色列的错误中，要倚靠上帝建立一个属上帝的国家。不过事实上，乌西亚跟约坦王朝之后，南国犹大的亚哈斯王他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布局，他不再相信上帝能够帮助他的国家经历什么神奇的上帝护卫。他借由与不同国家的交流或者是宗教仪式的这些交流，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政治系统。亚哈斯知道他如果想靠他自己的力量来撑起这个国家，他得撇除这些宗教人员借由上帝的名字插手政治上的运作。所以他只要能够掌握相关的资源运用，他甚至认为北国以色列灭国的处境不会在他管理的时候发生。以赛亚当然不能认同亚哈斯王这样的想法，他三番两次的去劝诫亚哈斯，甚至他挑战亚哈斯说，如果亚哈斯希望看见从上帝来什么样的预兆或神迹，上帝都可以彰显给他看。不过亚哈斯王他却用宗教术语来回答以赛亚。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来回应，看起来好像是宗教上的进谏，其实是对宗教干预政治极力的反弹。在教会中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当你想要拒绝教会事工的邀请，你不会直接说我不要，你会说我要回去祷告看看，然后下礼拜来说我目前没有感动。我们很容易用宗教术语来表达我个人的意愿，但并没有真的寻求上帝的旨意。事实上亚哈斯本来想联合亚述王抵挡以东人的策略失败之后，他不管奉上多少的金钱，他的姿态降了多低，都没有办法挽回整个国势日渐下滑的颓势。不过亚哈斯却自己因为觉得没有受到上帝的祝福，整个生气起来，他把圣殿整个都封住，他不要任何人进圣殿来敬拜耶和华。这样的黑暗时期，因为亚哈斯的死亡，西西家王的接任而有所改变。西西家王一上任，马上重新打开圣殿的门，整理圣殿，要众人自洁来到上帝面前。虽然他一开始执政的初期，他想要效法他的父亲走政治运作的老路，不过他发现他去找埃及，他去找亚述，都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帮助。在他无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他终于决定回到上帝面前，但也看见他清楚地看见上帝的大能彰显在他的国家里面。亚述大军他什么都没做，却一夜的全军覆没。以赛亚很清楚，以色列人总是一再的经历从人看来的绝境，却从上帝而来神迹般的解救。不管是过去他们的老祖宗的出埃及经验，或者是今天他西西家王朝经历亚述大军的灭亡，人总是健忘。不过在上帝恩典的中间，我们会发现那个健忘是人在蒙受上帝恩典的时候，却不小心的就会自傲了起来，像乌西亚王。或者是在生命的实况中，你面对的挑战太多，你开始想要用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的时候，你失去方向，你想依靠自己，像亚哈斯王。
不过以赛亚清楚的明白，只要不断地传扬上帝恩典的与救恩，并带着愿意承担代价的心，终能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人。就像今天的经文所说，报佳音的脚中何等佳美，耶路撒冷的荒场，或者是说耶路撒冷的废墟，必经历上帝的大能，使万国都因此来见证，成为上帝的见证人。简单的说，就是当传好信息的人开始传扬上帝恩典的救恩，再大再难的困境都会变成上帝彰显荣耀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因此而看见一个用生命坚守在上帝话语的以赛亚，他用生命来传达上帝的好消息。那么什么是好信息呢？好信息这个说法其实不是基督教常惯用的语言、啊、或许我们用福音这两个字我们听得会习惯一点，但是福音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专业术语，却也常常令人无法理解什么是福音。股市名嘴报名牌、哦、听起来是福音，卖场大减价听起来是福音，生病寻得名医听起来是福音。但是当我们说我们可以理解以赛亚传达上帝必成为以色列人这样的祝福是福音，我们却无法理解那个福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像离我们的生命实况有点远。那真的是福音吗？或许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里提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主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先知福音的重要讯息，更是耶稣常常引用谈论上帝国的重点。我们从以赛亚的见闻跟经历中清楚明白的了解，所谓的福音就是上帝国的地上临在。以赛亚见证的那个世代的繁荣，看见人们并没有因为繁荣而得到福气，甚至在那样的处境中，人们被权谋势力捆绑，最后就像以色列北国这样的灭亡。他说福音是什么？是伤心的人被医治，受辖制的得以释放，上帝的公义彰显，人们不在悲哀当中。是的，福音应该是真实又有力量。福音直指人们内心最深层的需要。你的痛苦与生命的伤害被医治，你能从生命的辖制中受到释放，上帝的公义被彰显，这不就是最符合人们的需要又最真实的福音吗？我们生命都经历过美好这样发生，我们今天会进入教会，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个 moment， 我们真实的经历了福音的美好。曾几何时，我们开始传教义而不是福音了呢？或者我们以为福音是上帝的恩典，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正透过信仰群体被实践。这也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仰经过耶稣传扬的转换而有新的眼界，那个关于上帝国的眼界，那个本来每一个人都期待死后上天堂的那样的想法，转而变成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参与共同建造地上上帝国实践的信仰。想想看，当我们愿意一起为上帝国摆上自己，兄姐在彼此的互信与互助中，跟随上帝话语的提醒中生活，我们焉能不得到祝福？伤害不被医治，
辖制不受释放的。或者我们再一起来思考，当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遇见生命遇到困难的人，如果你可以发出一个邀请，这里有两句话，请问哪一句话是那个缺乏的人的福音呢？一个是你过去跟他说你要相信耶稣，他会救你脱离现在的困境，对基督徒来说这应该就是答案了。但是对一个非基督徒或在困境中的人，第二句是你是否愿意跟我到教会，我们有一群很关心人的弟兄姐妹，因为耶稣聚集在一起，若可以让我们一起陪伴你面对。哪一句话听起来比较像是缺乏的人的福音呢？虽然这两句话我在撰写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口语化，不过我想你想想看，这些本来不认识耶稣的人，怎么样的邀请对他来说就像是福音的传递呢？一群愿意陪伴你的人，是不是这听起来才像是福音？这个疏离的时代，当有一群人因着耶稣而聚集，不是八卦，不是谈赚钱致富，乃是真实的生命的扶持，上帝话语的建造，这不是福音，那就真的不知道要传什么了。甘地是一个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不是基督徒。耶稣的登山宝训成为甘地一生十分奉守的真理，不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要在踏入教会的时候被一个白人嘲讽斥责，让他没有办法进入教会。甘地曾经对人家说，如果基督徒真正的按照耶稣的教导来生活，那所有的印度人今天都会成为基督徒。明白的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当我们说耶稣是福音的时候，是好信息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耶稣道成的肉身真实的意义。也就是当我们这群传扬福音的人，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福音，或是我们无法活出福音的价值，甚至上帝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传递出这样的福音来，我们说耶稣是福音的源头，这句话就是一句谎言。不是这句话是谎言哦，而是我们说的人没有心口合一的说出这句话。那么不管多正确的话，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它都是谎言。事实上基督徒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我们，不是因为圣经要求我们行善所以我们行善，不是因为耶稣命令我们传扬所以我们传扬，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经由圣灵的工作真实的撼动我们的生命，我们从内心自发的被福音所感动，所以想要与人分享。既然是我们先尝得福音的滋味，我们自然明白那个滋味的美好。当我们以自己的主观想要批判别人的时候，福音的滋味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停止我们口舌犯罪。当我们生命遇到困境，福音的滋味让我们知道过去扶持我们，今日看顾我们的上帝明日依然护卫我们。当我们孤单痛苦的时候，福音的滋味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有上帝恩典属灵的同伴一同持守。若是如此，我们不会以为自己在律法的辖制下，在信仰的规范中，我们乃是因为明白这福音的滋味，自己蒙恩，也愿意万人蒙恩。譬如我们教会周间的社区共餐，长辈各样的课程，这在社区间就是一个很棒的福音传扬。因为社区中有太多的长辈，平常子女都在忙碌，没有时间陪伴，若是没有教会的共餐，许多长辈他可能一整天都在家里面，他不知道要做什么。这时候教会本来就有的妇女团契、长辈团契成为一个很棒的项目，
当我们开始这样事工的时候，他们的聚集与热情同时影响社区前来的其他长辈。在基督里的聚集，在基督里的关心与爱，在基督话语的连结中，在基督肢体真实的建造中，我们发现教会与社区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当然，只有好行为，没有耶稣，那不是福音啊。但是只谈耶稣却没有了行动，那么也不是福音啊。我知道教会有许多人并没有团契，没有小组，甚至你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但是你跟其他的兄姐没有任何互动，你跟别人不熟，别人也不认识你。福音只剩下你起初与上帝会遇的美好，却少了持续加温的感动。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开始了一个方舟团契的聚集，青藏部的同工们想要努力的看怎么样做能够让教会没有团契小组的兄姐能够有一个归属，有一个培育建造的地方。其他兄姐们，我们在教会中都能有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带导的伙伴。前面提到有关心我的同工，我们能一起祷告，他也愿意成为提醒我、帮助我、为我祷告的肢体。这样的美好是我生命中的好信息。今年虽然有许多困难，但是感谢主，当我跟随他的带领，我领受的祝福常常是超出我所求所想的。这也是我生命中的好信息。好信息来自上帝的恩典，信仰群体在生命中的互相扶持。好信息来自生命燃烧中所散发的芬芳。我们只有自己经历这美好的信息，我们才能够真的传递给众人。愿这十二月份圣诞节期的时刻，我们都是那个透过生命散播好信息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经历你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只有真实经历你的福音的大能，我们才知道怎么走出去传扬你的福音。主啊，当我们在跟别人分享耶稣是生命中的救主，主啊，先让我们经历你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因为深刻的经历你的恩典与应许，就充满热情与众人分享福音。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用请来主真光来做回应的诗歌。虔诚奉献我全身来做我们奉献的回应。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自然回应。若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请慎用三楼一楼的奉献箱，或是使用台湾行动支付 APP， 谢谢。接下来我们有一小段圣诞舞会的宣传影片，我们一起来观赏。以上，现在来做重要事工消息报告。第一项，今天是代降节第二个主日，代降节是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让我们记住上帝曾应许要差遣弥赛亚来到世上救赎世人，他道成肉身是世界的救主。我们点燃第二根蜡烛，代表信心，准备以信心。它使我们如同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我们也应该准备心，迎接救主进入我们心中。第二项，小会公告，从十二月份，就是这个主日开始，我们和平教会的爱餐，暂停举行。请弟兄姐妹们留意，如果各个团契小组有需要在教会里面用餐的，仍然保持社交距离，用餐时停止交谈，或是使用适当的隔板来进行。相关的规定，一楼有海报，请弟兄姐妹们来注意留意。周间社区的长辈共餐仍然依照市政府社会局的规定来办理，目前仍然暂时继续进行，但是需要使用阻隔设备来进行共餐。第三小项，原来我们定在这个月12月27号有同工，我们和平教会同工的年终感恩餐会，我们也配合政府的进一步的紧缩的要求，也是停办，请弟兄姐妹大家注意一下。好，第三项，圣诞节和跨年活动，接下来两个主日，12月13号跟12月20号，我们都是举行联合礼拜，12月13号，联合礼拜要举行圣礼典，12月20号，联合礼拜有圣诞节的清唱剧献诗，冬天的玫瑰，欢迎弟兄姐妹邀请的朋友来参加。那至于在这个周间当中，12月19号下午，2点半有圣诞节的庆祝舞会，刚刚的宣传影片就是在报告圣诞节的庆祝舞会。那当天晚上7点半有社区的报佳音，如果我们会有的家庭愿意接受报佳音的，请向办公室来登记，
想要参加报佳音活动的会友也向办公室来报名，大家留意一下。最后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晚上10点有跨年的办宵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教会用祷告来跨年。第四项，今天下午1点开始有圣诞舞会的彩排，有参与演出的团契小组请弟兄姐妹准时参加。第五项，两个查经班就是在接下来这个12月12号礼拜六有创世纪查经班，蔡茂堂牧师的创世纪查经班在五罗举行。12月13号就是下个主日上午以斯拉查经班，在六楼6F03举行，欢迎退休的兄姐一起来查考圣经。第六项，恭喜本会会有张克成兄跟黄千田姐的大儿子张伯君弟兄，将在12月12号与戴丽雅姐妹在高雄延城长老教会举行结婚典礼，愿主祝福这个新的家庭。本会郑维新长老将担任七星中会下个年度的松年部部长，求主是智慧与能力引导他为主尽忠做工，恭喜。以上，我们当中有没有新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做礼拜的，欢迎你能够不客气可以起立接受我们的鼓掌欢迎。不知道有没有新朋友，或是大家还不太认识你的，你可以站起来，我们给你鼓掌啊！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来，好，没有哈，好。最后，我们礼拜结束，请会众起立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歌，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愿生命的荣光照耀你，你的慈爱恩待你，愿主赏你一世尊荣，赏赐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亲阿爸天父的看顾，主耶稣恩典的怜悯，圣灵的大能大力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默祷。愿主耶稣的爱与你同在，如果有需要礼拜后有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礼拜后请到台前来，我们有牧长愿意和你一起祷告，并欢迎兄姐再到五楼祷告室亲近上帝。谢谢。
Thank you.